这个是奥古丽的可乐蜜橙，现在有活动是9.98四包啊，发四的。泡一个酸奶，这个泡酸奶放一块牛奶都挺好吃的，然后里边再放点水果。酸奶好吃，那一包是100块，然后发4包，现在有活动啊，发4包，9.9发4包。这个是山楂条，这个是无添加白砂糖，无添加防腐剂的啊，老少都可以去吃，酸酸甜甜的。这是一袋，一袋会是208克。我是特别喜欢这种，山楂之类的东西，山楂糕、山楂糖、山楂卷。就是山楂的这个甜味，没有添加白砂糖。太为解腻了，下面就是有一点一点点酸味，不是很酸那种。口味是很清淡的。